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上雅实况，我是上雅。我们继续回来 Alice Mare，然后第三集我们得到了一个队友 Letty。呀呀，看板读了吗？两个道路非常的相似，不过道路前方稍微不同，哪边不一样呢？用数字告诉我，一二三四五六。叫了吗？读了吗？告诉我哦，如果知道的话就叫我，不要让我等你哦。嘿，你全部看得懂啊，好厉害哦！因为啊，我不喜欢念书，在学习时间溜出去了，老师对我发火了呢。啊，不过我已经会报读时钟喽，我厉害吧？顺带一提，从数字小的开始办起哦。三吧，错了，什么意思？一二三四五六。OK，我看一下，我先一有不对的，然后二没有不对的地方，三有，然后四也没有不对的地方。OK，我知道了。一三，你是谁？没有心，相同不同。No！What？眼馋有错了吗？怎么这样？看板读了吗？哪边不一样？用数字告诉我。哪边不一样？就一三哦。哪边不一样？我再看个仔细好了。六也不一样吗？一三六，从数字小的开始办起。答对了，这个给你哦，获得手杖碎片。这里是森林的深处吗？回家吧，我不要紧的。但是他不喜欢安安的地方。他又会说感觉不舒服吧？那个魔女为什么要那样的欺负他呢？我要打倒坏魔女。每个人都不同哦，每个人都恰好，但是呢，每个人都想变得一样，最后却不可能变得一样了。很像，仔细看却又不一样，连人类也完全没有完长得一样的呢。不过你却完全一样，不可思议呢，为什么？我，你却完全一样，什么意思？变了，这是 Pocky 吗？Pocky 巧克力棒，Rick 不在呢。Rick 他呀，总是在我寂寞的时候跟我说话的说。告诉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以及很多很多的事。可是呢，
他看起来总是有些哀伤，跟他说话说看起来却很快乐哟。到底为什么呢？Alan，你有重要的人吗？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游戏有7个结局，我想我们的选项也会影响到结局吧。我应该说我不知道。啊，Alan，你失去记忆了呢。对不起，不能让你伤心的问题了。啊，在找东西。跟你是第一次见面呢。Hello，爱丽丝。啊，我的名字是 Litty 哦，才不是爱丽丝呢。不，你是爱丽丝，因为我那样说了。妈，刚刚让他躺着，要找的东西是这个吗？啊！瑞克，瑞克，你把瑞克怎么了？因为它看起来相当好吃，我以为我已经吃掉它了呢。果然完全的损坏了呢，而且啊有2份呢，就叫 One Rock Two Birds 吗？那么我该做的事也做了，下次在梦里相见啊！啊，消失了，瑞克也没事吧？我握住了你的手喽，瑞克，这样看起来像没事吗？我像丧尸玩偶欸。真的假的？没有事吗？存档存档，这是什么东西？碰到会死掉吗？哦，不会。OK，水井，好香的味道，是蜂蜜吗？蜂蜜。捡起来，获得叉的碎片。水井？为什么水井会有风？哦，糖果屋啦！我怎么没有发现？不就糖果屋吗？发出很美味的味道，烫烫，好像是用巧克力做的。我最喜欢巧克力了。糟糕，再这样下去，我们会碰到传说中的坏女巫吧？诶，有一把钥匙，不拿走。有奇怪的花纹呢，没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啊，我已经直接吃过了。哇塞，好吧，看来我们一定要拿那个钥匙，拿走，获得世界的钥匙。这个家跟我的家长得一模一样呢，不过全部都是用点心做的呢，好像梦一样哦。等一下，咬一口也看看也可以吧。老师在那里啊，不能移动钥匙，甜甜的，非常的甜，好疼，好疼，好疼，我的肚子饿了。Are you alright？我怎么觉得好像被玩坏了一样啊！在火炉前的女巫，为什么回来了？你总是走进你所不知道的道路深处。来这里，我无法保护你，你只会增加伤痕而已。即使如此，为什么还要回来？我不喜欢这样，Rick。又在说那个名字，Rick 的。你平常都在跟谁说话？这里除了我、丈夫还有你之外，根本就没人呢、啊。你们做的他在呀、啊，他真的在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对不起，但是，对不起，坏魔女，为什么总是遇到这种事情呢？你听，由我来守护。你这个。哦，这是什么选项啊？用身体冲撞，挡在瑞奇前面。用身体冲撞是撞谁呀、啊？是撞女巫还是撞？挡在瑞奇前面，挡在瑞奇前面好了。我干嘛没事出去挡啊？这是什么选项啊？顺子哎、欸！刚刚那一瞬间是。
是 Rick 取代了 Litty 吧？所以这个黑妈妈的人就是女巫咯，哦，不是女巫啊，妈妈，他们的妈妈，哦，不是他们，是他的妈妈，用身体冲撞，撞到火炉里面去，妈妈，啊，你干嘛跟着进去啊？获得手杖的碎片，肚子饿了。要是房子啊衣服都变成甜甜的点心就好了，那样的话，我的家人们就能好好的吃上一顿了呢。可是巧克力马上就会融化了，那不行了，我把全部都烧掉了。如果我承担全部的一切，他就能一直笑着。我很喜欢他，不过为什么不会诞生呢？老师准备了两张床，也准备了我的衣服，但是那样做是正确的吗？我的存在是不可以的吧？老师，他，但我是那……最后的文字很模糊，读不了。嘿，我们回来了！不要偷窥人的心，破镜看我。所以，第一个的就是。你的吧。Are you alright? 他在床上欸，瑞克。哦，还是没有反应，还是维持了丧尸娃娃的样子。OK， 那存个档，我们进入第二间房间，门锁住了，世界的钥匙。欸，不行哦。它是有照顺序的吗？锁住了，就是这间咯。欸，也没有。哦，对啦，他有白兔有说拿到钥匙就拿去给他。哎呀，带回来啦。嗯，你为什么在哭呢？一个世界接着一个世界，是吗？好麻烦了。那能回收到一个就好了。我也会回收你在世界里获得的东西，他们马上就会消失了。爱丽丝现在快要崩溃了。这些笔记的碎片我整理好咯，给你。获得紫红色的手杖。那么我来打开下一个前往世界的门吧。嘿咻，接下来拜托你咯。哦，又是你。这世界的规则是他擅自制定的哦，我才没做那种规定呢。不过他说那样的话会花费什么时间的，既然擅自定下了规则啊，但是对于规则我们也只能服从咯。那么不是这样的话会被施予惩罚呢。他说的他是谁啊？怎么了？偶尔像这样谈话也不错吧。哪一边才是普通什么的，是因人而异吧。你好像十分悲伤的样子呢，才刚刚认识的家伙的事情根本没必要那么在意啊。真是的，不会厌倦的。哎呀，连那样的事都全部忘记了吗？我全部都知道啊，因为是我夺走的，当然不会还给你的哦。你内心真的是空无一物的吗？总会有一样东西在的，不是吗？或许有吧，我不知道，或许有吧。诶，我完全不这样想哦。哎呀，时间到了，拜啦。好，那接下来这间哦，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Chelsea。 爱丽丝啊，邀她一起玩。那么我可以打开你可以打开衣橱吗？你不会自己开吗？好吧，打开。这里是小熊娃娃。What are little boys made of? What are little boys made of? Frog and snail and puppy dog's tail. Frog 是蟾蜍 and snail 蛇。
和小狗的尾巴。That's what little boys are made of. What are little girls made of? 哦，我知道这首。Sugar and speed and old time, old that's nice. 我知道这首儿歌，这是那我现在可以确定，就是鹅妈妈童谣没有错的。这首歌就是在说男孩子是用什么做成的，是用蟾蜍跟蛇以及小狗的尾巴。那女孩子是用什么做成的呢？是用糖、香料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没有错，可能有些老的那个跟我大概差不多辈分的人，觉得这一段应该就是《飞天小女警》的那个开场，糖、香料和所有美好的味道，制作完美小女孩的必要成分。没有错，这个就是取材自鹅妈妈童谣。That's what little girls are made of。所以说，在鹅妈妈童谣里面，女孩子是糖、香料以及世界上所有美好事物所做成的。可是为什么男孩子的构成成分那么恶心啊？蟾蜍、蛇跟小狗的尾巴是怎样啊？换着衣服，很多信纸，读读看。第一张，谢谢你写信给我，妈妈她不要紧了吗？你也不要太勉强自己，有感到为难的事情，请依靠大人吧。因为受你妈妈的关照了，可以的话，我很高兴你再去看你。因为信纸还有空间，这次我再问你一个谜题吧。这一次比之前的还难哟，解得开吧。天空有两个，小点心有三个，那么现在有几个呢？最后，请代我向妈妈问好。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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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我记得是某个古典曲子，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名字。我把声音放大一点，让大家听这一段背景音乐吧。之前谜题的答案你答对咯，好厉害呀。现在是两个文字，所以是两个，你又答对了呢。我没解开谜题，说不定太死脑筋了呢。最近我听到了不太好的消息，你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哦，季节转换变得冷起来了呢，不要感冒咯。那么只再一个谜题，站着变低，但是坐着会变高，那是为什么呢？那么请保重身体。这个是，这一次好像挺难的呢。答案是天花板哟，站着会变低，坐着会变高。那么说来，我好像差不多三天之内就会到你那边了。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之前去拜访的时候你还小呢，所以说不定认不出我来了吧。那么下次就当面直接说吧，到那时我也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谜题哦，很期待见到你。感觉像是某个很关照他的长辈所寄来的信，而且也同时也在照顾他的母亲，发出很好吃的味道。我怎么想到长腿叔叔这一则童话？红色树果看起来很强，森林的味道，一幅男人的脸的画像，很治愈啊。 Tracy， 装饰品，天空是红色的，欸，这里有两张床。 Tracy 八号啊， Alan， 我吓了一跳。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梦是吗？谢谢你。对不起，我不擅长说话，但是我不讨厌说话哦，真的，一个人好害怕哦。不过稍微有些冷静了，我们一起走好吗？你想要这个，但是这只是一张空白的笔记页啊。给你。获得手上的碎片。我的妈妈身体非常的虚弱，所以我代替她煮饭、洗衣服以及很多很多的事。我的爸爸经常不在家，有时候他会把狼和鹿带回来。我很想去上学，可是我非常喜欢妈妈，所以我一直待在她的身边。妈妈总是在床里说，
对不起，对不起。一直用微弱，像是快要消失的声音喃喃自语。哦，我们获得了伙伴 Chelsea 小瓶子里装的药，存档。去而行。OK， 那这一话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做个结束。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